今天我们来到了垦丁白沙湾啊，这里是我们来最多次潜水的地方啊。今天一样风和日丽，风景相当的好，然后你看整个风平浪静，太阳也不大啊，今天潜水应该也是相当的不错啊。待会就到底下去看看哦，这边风景也是还不错，还有一片很漂亮的白沙，可以好好的拍个照。好，走。现在这边呢，我们在这里租了两只阳伞。好，来这边离我们下雪的地方很近。今天呢，这样看起来还是有一点浪，啊，这个海况比上次稍差一点，不过应该 OK 啦。好，这样看起来是还不错。啊，飞回一个多月，终于又来到这里了，好想念海底的世界。好，那待会就从这里下去了，走。好了，上岸了，上岸了。哦，今天海况没有说很优秀，海水还算有点浑浊啊，不过还不错。太久没潜水，有点累。好了，赶快衣服换一换，风吹过来以后还是有点冷。啊，好，换衣服。